哎，我说，对面那个科学怪人，你要是打消吃我脑子的主意，改吃小铃铛的脑子的主意，那我会双手奉上的，我会把这些植物全都铲掉的，你考虑考虑呗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口铃铛呀，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介绍我们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《植物大战僵尸大决战》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开启房间 ，Go。微缩有388个。据小伙伴们介绍，这张地图是那个，最还原那个《植物大战僵尸》的。嗯。屋顶观察，束手就擒吧！我将会率领我的僵尸大军冲进你的家里，用你的脑子做成蛋糕。除非你把你家的大门钥匙给我，我就考虑不去你家。什么？你这样敢拒绝我？这是你自找的。不是，他这个逻辑性有点问题啊！我把我家的钥匙给他，他就不来我家了。在搞笑吧？可能是的。好了，咱们先买一朵向日葵，再买一个那个豌豆射手。向日葵先给他种到这边。哎，我种错了。啊西。不要在这些细节，反正准备时间有30多秒了。等一下哈，等一下。看一下这边植物的话，有那个什么冰镇西瓜投手，还有这个什么。这个什么叫做辣椒炸弹吧？我记得，这个什么双向向日葵，怎么了？你买了什么？哇，双生向日葵你买了？嗯。然后这边还有最强的这个什么玉米加农炮，土豆地雷，西瓜投手。OK。一个。好多阳光，先捡一下，僵尸来袭了。哥是每个地方有4个位置对吧？5个位置吧。给你，我先买了4个西瓜投手。1、2、3、4、5个位置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4个。西瓜投手，我给它放到这里。好，等一下再买一个，刚好5个。OK。这样的话，前面几波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了。9个阳光，再买2个豌豆射手，给它放到最前面。先放这吧。它这个音乐也很像。对啊，它有那个 BGM 的。嗯。再来几朵向日葵。3、4，我买了5个。先把这里种上吧，等多出来的用铲子给它铲掉。我感觉空位不够呀。对啊，所以给了咱们一把铲子呀。嗯。14个，哎，寒冰射手。我这里有，给你11个阳光，就在后面了。哇，这个双向向日葵，给的阳光好充足啊。嗯，是呀。要不然铲掉吧，然后我们把上面第一排全种上双向向日葵吧。双向向日葵，你以为不贵啊？我买了又不是你买。20个迷你币一个啊，够了够了，完全足够了。足够了，那我不买了哈，给我省钱的哈。把这个铲掉就行了，这个铲掉，种上向日葵啊。等一下，你买一个向日葵种上喽。我这边在捡阳光，我这边有快30个阳光了。这个是升级成为那个火焰射手，用我点击豌豆射手升级成火焰投手，寒冰射手再来一个，就在你后面，37个阳光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毫无压力了。嗯。双向向日葵，
双线上向日葵要30个阳光，这边还有蔡稳，哇，有豌豆机枪，机枪投手了，机枪射手了，还有蔡稳。30个阳光的话，就可以买一个双线向日葵了。买一个这个。那我这里还有20个阳光。给它放到这里吧。是什么？升级道具，点击双向。哦，这还要买一个双向投手，双向射手。嗯，给你30个阳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。先给它放到这里，然后升级。37个阳光，好，再来个双生向日葵，把这边给它铲掉。这个真的很像一模一样一样那个，对吧？嗯，就是阳光不会消失哦。嗯，这个是直接升级的，哎呦我去，我还铲掉一个向日葵了。没事，再买了，反正现在有阳光了。第三波了。给你20个阳光，又有30多个了，再升级一个双向向日葵。OK， 第一排就还差一个。嗯，又7个阳光。看一下第三波，马上第四波了。23个，升级一下那个火焰射手，把前面的那个豌豆射手给它升级。再到最前面那一排种上那个，种上那个土豆地雷，还有那个火爆辣椒。火爆辣椒是用来处理，就是这个超级辣椒处理那个就是守不住的时候再使用。哦，好的，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吧。嗯，我的天，那个什么夜叉将军已经上场了，看到没？我的天哪，看到了，在最中间。嗯，应该守得住，没关系，咱们现在这个防御跟攻击啊绝了，他们应该冲不上来的。好多阳光给你。哇，那个夜叉将军哎倒下了，还有一只，漂亮，应该差不多要最后一波了。嗯，我还手握着6个毁灭辣椒，小心小心哦！就等着那个博士来了。好，再买2个。19波僵尸在120秒后来到，应该最后一波就是那个博士了。是呀。你那还有多少阳光？我这边还有5个，那你先留着吧。嗯，看一下这一波，这一波应该是毫无压力的。你们这些小僵尸，想吃我的脑子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要是打消主意吃我妹妹的脑子，那我可以双手奉上。你还可以把这些植物全铲了是吗？对，过分，我脑子又不好吃。好，最后马上还有100多秒，最后一波了。嗯，哎，僵尸们，你们的火力不行啊。是呀，前面这一排的那个土豆地雷我都换成那个冰镇西瓜投手了。嗯，你不要挡在他们子弹面前，站到旁边看。好。嗯啊，这个小僵尸才是想冲得上去，两炮就轰死了。他们连最后一个阶梯都下不了好吗？是呀。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火焰射手再给他换成那个什么。没有足够的阳光了。要是有足够的阳光，我想把那个什么，20多个，我想把那一排的那个火焰射手全都换成玉米加农炮。
没有多出来的阳光。玉米加农炮好贵，170一个。那是有点贵哦。好 ，OK， 马上最后一波了。哎，我说对面那个科学怪人，你要是打消吃我脑子的主意，改吃小铃铛的脑子的主意，那我会双手奉上的，我会把这些植物全都铲掉的。你考虑考虑呗。考虑个头！我的脑子不好吃，我没耐心了。加什么什么特尔？刚加特尔。好，倒计时了，再买一些火爆辣椒。就等着你呢，毁灭一切的超级辣椒10个。怎么还有第21波呀？我的天哪，怎么还有啊？我的天哪。好了，最后一波了。是的，好多大大大大大的。我有点卡哎。嗯，把阳光给我，快快。嗯，好，16个在后面。玉米投手，哎，我走错方向了，还差一个玉米投手，还差一点阳光，阳光不够了。哇，他们冲进来了，嗯，这个刚加刚特尔，这里有个小僵尸，快打死他。哇，他这个好小一只呀，怎么跑这么快吗？没关系，暂时还守得住。莫泰来了，我的天，还有技能的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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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危险！超级辣椒！干掉了！想来我家做做客，我都说了，我都给你条件了，不要吃我的脑子，吃小铃铛的脑子的话，我会双手奉上的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呵呵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